接着我们请文化部前部长洪孟启先生为我们讲几句话。苏老师、王院长，还有我们最敬爱的执政，大家看到像以前江老师，我们三部长，肖院长，王政委员、王校长及林昭坚夫人，在座的各位文化界的前辈，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命到这边来代表大家啊，表达祝贺。我想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啊，要来祝贺老师，也谢谢老师啊，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您的创作，让我们能够分享您的乐趣。我想大家都知道，苏老师呢本身啊，曾经在台艺大担任过美术系主任、书画系主任、造型所所长。那么，而且现在呢是学校的荣誉教授。我最令人感佩的是1994年，那么苏老师呢已经啊是可以说我们讲超级时代的功成名就，又是所长，又是主任，又是教授，但是他毅然资深啊到我们最近翻译的学院深造。那么到深造之后啊，他也被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跟国华大学聘为荣誉教授、讲座教授。那么他回来以后，他就把西方绘画版画的技巧，那么胶彩画的技巧，跟我们国画的这种叫交融，来创造了新的一种风格。同时呢，他也成立了文化会，不断的培植后进，培养下一代。刚刚潘部长也特别啊，代表大家对苏老师啊，体系后进啊，做英才啊建议。那么王国维先生呢，曾经啊讲境界两个字，这两个字由他里头呢用由我之境跟无我之境啊做代表。由我之境呢，他用那个修欧阳修的魏延望花花地乱火飞过修天序，那么这个呢就是从以我之观。那么另外的无我之境呢，那么就是悠远的悠采集中一下悠然见南山，叫悠然的感受。那么这个呢就是自己。事实上苏老师啊，从小是农家子弟，在淡水出生长大，对他观物啊，观的一路一路观的非常的细腻。我想我们都经过那个年代，那我都有同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在田园里头看到一个小蜻蜓，看一个小蚂蚱，看到一个小虫子，我们都觉得跟我们好像都是蛮亲切的。然后苏老师呢，有以这种童子之心，以有我，与我观物，用有我之境来画所有的那些花草啊、鸟鱼啊等等这些小动物。但是无我之境，苏老师也同样拥有无我之境。苏老师曾经讲过，他说山是没有生命，但是如果山上的云、雾、气，以及呢里头的草草木木啊，万物生物的放进去以后，这个山就是有生命的。那在这个呢，也就是悠然自得，无我观物，以物观物。我想，周老师这个境界啊，的确是值得我们佩服的，能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啊。老师透过他的画作，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境界，什么是一个有我跟无我。那我们在有我当中，我同样也佩服无我，无必要不要一刀切开。在苏老师的作品里面看到，但苏老师有一本非常的谦恭有礼，非常的严谨。我大概有三次的机会追回苏老师跟江永元老师的一些文化界的前辈出访。那我旁边做一个学生在白宫旁边欣赏。有一次呢，他们画一幅大画，几位画家一起画。苏老师已经都已经整个布局的布好，但是来了一位非常唐突的一个人，他一笔一画就把整个画
整个话语都在打鱼堆啊，把整个话占掉了，整个视频都在占掉。那么其他很多艺术家也相当的，当然相当不舒服。但是施老师一句话没有讲，施老师有一句责难他，我们在旁边看了施老师的修养，然后他就到旁边的桌子再摊开一张画，拍开一张纸，再来画。然后呢，那么这样子就让这个尴尬的场面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呢，一个这个千金不换的千金君子，他的一个作品呢，印在我们眼前，我们感到是画如其人，人如其画。所以再一次的向苏老师表达敬意，同时也祝福啊，我们是八十大寿成功，圆满顺利。同时也祝在场的所有的贵宾们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谢谢。